追逐步 slow， 窥窥窥追逐步，窥窥 and 窥，再至腹部结束，再到臂式连接，就是这么一段动作。OK， 好，男生我们慢慢看，侧行位置，侧行的 slow 窥窥窥窥窥 and 窥 slow 到这儿，臂式连接，好不好？同学们，我们慢慢跳啊，把它几个动作把它搞清楚。第一段动作 slow 窥窥窥窥追步侧行，然后到腹部也是 whisk， 然后臂式连接。好，来，嘉伟同学准备，预备，好，走 ，and slow 啊，窥窥窥窥窥 and 窥，不是，你给点面子，你听听我的音乐，来，再来一次，你很陶醉，激动了，激动了 ，OK， 再准备，冷静一下啊，冷静一下，同学们慢慢看，预备，走 ，slow， 窥窥窥。OK， 走，窥窥 and 窥到这儿，然后呢，这里有一个挤压，同学们后腰的 and OK， 那么这个脚呢尽可能转过来一点点啊，不要太直，一点点是能接受的，但是不能完全不能像你女生的位置啊，你看我们到并的时候追的时候，同学们看那追的时候在这儿，其实我最后要打开的时候我会改变脚尖的形状，你看追在这儿，但是我们不能追最后一步还在这儿，然后脚就会变成这样，就发不出力了，所以我们追在这儿，我觉得最后一步我会到这儿，我会到这儿，掌根后腰继续刚刚好，来准备试一下，从开始位置来，预备，走 slow 窥窥窥窥窥 and 窥窥窥 slow yes， 再看一次，准备，预备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打八，一二三四，好的，同学们来，李老师来一遍啊，预备，一二三四五六七打八，哎，一二三四 ，OK， 女生的动作，好，慢慢看，女生，一二侧行位置，一二三跟掌，三到这，女生的这个右脚是要右脚右胯关回来一点点。OK， 关回来一点，然后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 change 换向啊，把脚控住啊，我们再看一次，女生这里要稍微学习去慢一点啊，一二三四五跟六七打八，女生再看一次，慢慢看啊，好，侧行，一二三四四五，我们把左脚的膝盖怎么样藏在我们右脚后面，对啊，这里，但是这里不要做交叉，李老师这里不建议大家做交叉，你只需要把左脚的膝盖怎么样藏到你的右脚的后边就可以了，这里是五跟掌六七打八，好不好？女生再看一次，一二三四，头咱们不动，然后五的时候脚到头顶，六七打八，好，我们再看一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打八，好，继续。那么女生呢，这里要做拧了，
女生的左脚左胯转至开式位置啊，这个动作我们学了没有？我们在基本功里面是不是练过？是不是类似于练过？大脚胯拧转，那么女生到这儿，脚胯，砰，你是要拧过去的。女生再看一次，拧过去。好，一、二、二，然后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做到 B 式位。刚刚这里是腹部的位置，然后变成 B 式位，三、四，到 B 式位置结束。女生。一二三四五六七打八，一二三四 ，OK， 这是女生的动作，我们再捋一捋节奏啊 ，slow， 亏亏亏亏亏哎亏亏亏 slow， 好不好？来，准备。我知道你不会跳女生，你跳男生，预备。不会。你别装，继续跳男生，预备，女生我来。好，来试一下，准备。他说他想试一下，咱们试一下。首先把方向要对好，对正 ，OK， 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打八。一，哎呀呀呀呀！你这怎么甩过去的，我都不知道，非常好啊。所以刚刚他就出现了一个问题，他在观视的时候，他的头松掉了。我不知道细心的女生观察到了没有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他在这儿。那么他的头在这儿呢，他就少一个拧，对吧？你看他的脚、身体、头是不是在一个方向？他过来就没力。绝大多数我们在这儿顺了，身体一旦顺了就没力了。所以我要保持拧，你看现在我就是已经拧住了，开始位拧住，拧住，但我脚过去我有点降啊，我的头还保持，再交换过来啊，女生能不能理解？好，我们试试看，我跟她配合一下，你做男步，预备走，一二三四，走，五六七打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是不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去跳更好一点？好，来，男生的动作准备，预备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打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的，回来啊，你的开始位呢有点问题。首先你的整个眼神状态是的，脑袋不能往外看，这样不好看，但是要看过去，你不能老是看这儿啊，再来一遍，看着我，眉毛挑一下，非常好，就是这种状态，走，一二三四，多了啊，多了，这个四为什么要把自己身体又要转开？一二三四，你看就到这儿一点点，好不好？不要一二三，不要打开了。对，你的重心不能变，不然女生的身体是站不稳的。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打八，一二三四。OK， 还可以。我们一起来好不好？预备，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打八，一二三四，好的 ，OK。这段动作的名称我们再讲一下：追步啊，追足步到腹部结束，再接 B 式连接。的开式位，腹部开式位的位置，对不对？至 B 式位连接 ，B 式位 ，OK，B 式连接嘛，好不好？来 ，slow， 追步，追足步 ，and boom， 腹部 ，B 式连接，节奏 ，slow，
quick, slow. 女生 slow, quick, slow. OK,